你好，我们又见面了，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全日安，欢迎到神芒第一线。咁呢度有我 Raymond， 多谢大家嘅支持，一早就嚟到呢度啦，不过都系要大家帮下手啦，记得点赞、订阅同分享。咁啊，仲有就系、是、最紧要咧，就系帮手吓，即系睇一睇嗰啲节录啦吓，即系或者分享啲节录俾啲朋友吓，呢个希望大家可以帮下手吓。咁啊，订阅嗰度而家当然我做嗰啲节目又系有问题啦吓，而家系经常有噶啦，咁直都有人。即係入嚟鬧嚇，又話啊，即係點解我哋又盲撐呢個中央政府或者大陸政府咁樣樣咧？嗱，我哋都要講翻有好多嘢咧。我哋一早預計咗會有啲唔係幾好嘅嘢發生啦。因為如果大家有聽節目係長期聽嘅話咧，即係你就會知道咧，我哋點解會成日都講即係防疫抗疫有關嘅嘢，係講翻嗰個政策邏輯係乜嘢？當然有好多人就覺得，喂，呢、這個政策邏輯我認為唔通喎，因為我而家受緊好苦喎。嗱，咁呢一樣嘢從來都係好困難嘅，你要解釋翻俾人聽，究竟點解而家喂喺內地會即係仲係需要用呢個動態清零啊？其實動態清零呢個方針咧，本身係冇問題嘅，即係我哋都要講啊。咁但係你話啲地方層層加碼嗰啲係咪好麻煩？咁而家有啲人咧就即係成功做咗一啲議題出嚟嘅。嗱，其實喺內地嗰個情況就係、封控管咧，基本上咧一直個目標咧都係快封快解嘅。其實呢個都係一直嗰個目標嚟嘅。咁佢通常係點樣會解封咧？就係、是、嗰個社會面啊，嗰、那個傳播係。即差不多是清零的時候咧，佢又會解封。咁其實很多地方住的人其實根本上咧係冇經歷過即嚴格的封控啊。即我都講翻個真話俾大家聽，即有些人到而家都係話啊，封控好唔好啊咁樣。我都知道封控是好不好，即我自己都經歷過封城的情況啊。咁封城是不理想的，即是这个做法是，但是有时是没有办法都要用这样的办法去减慢那个病毒传播。即是过去有一段时间呢，就很多人就散播一些谣言啦，就说即是现在 Omicron 呢不会死人的，即是现在这一样东西在内地是深入民心的，还有有些人是有份一起传的。咁嗰啲係咩人呢？嗱，我哋觀察到咧，即係一直傳呢啲嘢嘅人咧，都係好多都係即係喺疫情之下咧，受嘅影響都係比較大。規模以下嗰啲小老闆嚇做生意，規模以下，咁嗰啲係有啲係慘嘅。但係規模以下有啲人嘅生意都做得好好啊。其實呢一樣嘢同外圍嘅大趨勢係有關嘅。呢、这個大趨勢唔係你話喺國內停咗封控啊，或者停咗動態清零咧，呢啲就會處理到嘅嚇、啊。即係有好多人而家即係又係講一樣嘢咧，就係、是放棄動態清零咧，內地就一切問題都解決啦。其實就唔係咁樣樣。之前我哋解釋過，其實國家有啲政策啊，即係其實佢係亦令到有啲行業咧，佢係本身都係痛苦嘅嚇、啊。即係譬如舉個例子，之前我哋有講過嘅遊戲行業咁樣。较早之前又有个消息传出嚟，就话即系管理呢个游戏嗰个部门就出咗嚟讲话，而家好成功啦，啲细路咧就已经冇打机上瘾啊嗰啲咁嘅嘢。其实即系好认真咁讲，呢啲政策攞出嚟嘅时候咧，本身一睇到已经系一开始嘅时候已经知道咧系有一啲问题啊。你一去到盡咁做，咁結果發生咩事咧？就係、是、啲父母咧就將自己嗰個帳户咧就俾咗啲僆仔用，即係你表面上解決咗個問題，你實質嗰個問題冇解決啦。其實講真，人人都要玩嘅，即係呢個世界人都要玩下遊戲啊嗰啲咁樣。你即係夾硬一定要人哋禮拜五六日去打機咁樣，即係其他時間唔得咁樣。咁其實有啲父母都覺得，喂，即係你管得太嚴啦。咁那個情況咧就係啲父母佢自己負翻責任咯，結果就係、是、啊，即係國家哦，你叫我負責任啊，負即係其實有啲嘢咧，即係呢啲係嗰啲人大代表提出嚟嘅，即係嗰啲政策係咁啦。我唔可以賴曬人哋喎，你係中央做最後有決策權，你哋要負責咁樣。嗱、啊，即係好坦白咁講啊，
有啲嘢咧，即係有啲人大代表去講咗出嚟咧，佢好似聽上去咧，最初就好合理嘅。但跟住之後，你實際做嗰個政策，其實有啲係好唔合理嘅。即係舉個例子，而家嗰個補習嗰度，其實補習嗰度係咪就係唔俾人補習就可以冇咗內卷啊嗰啲咁嘅嘢？其實唔係嘅啫嘛。即係個情況其實而家你係醫到一啲小問題咧，但係啲大問題其實係好難搞啊。即係同埋有太多疊加效應啦。即係你喺疫情嘅時候，同埋其他政策都係會傷到某啲人嘅，咁嗰啲人好正常啊，出嚟亂吠係，對唔住，我唔應該咁樣講人哋話亂吠，但係事實上有一部分人係亂吠嘅，譬如嗱房住不炒嗰度，嗱房住不炒嗰度，你如果係真係好不滿嘅，講真，即係見到你話你咁樣搞死咗房地產，你應該即係喺一個正常嘅渠道去反映翻你嘅意見啊嘛。啊、即有些人就覺得，我都反對都冇用噶啦，佢都唔會聽我講。其實，即係你係可以去國務院個網站度，即係反映一啲政策嘅意見嘅喎。而家係，你如果自己嗱呢、這個可以做嘅嘢你都唔做，你就話哦，咁我就喺度傳嗰啲謠言，喺度話點都係衰噶啦，我就同你對抗。咁其實有咩意義啊？冇意義啊！結果搞出嚟，而家仲大鑊嚇。嗱咁啊。都是要講翻咧，即係內地亦都有消息咧，就會加強翻嗰個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種工作啦。咁啊，尋日就有一個方案俾咗出嚟嘅，咁就要加快提升80歲以上人群接種率。其實呢個就好難嘅，80歲以上嗰個人群接種係，因為都係香港嘅影響，呢個係我都講過啦。其實有啲嘢我哋講咗好耐，2020年、2021年。已經開始講噶啦，就係話俾大家聽，即係你某份報紙喺香港，佢搞啲針後人亡圖，其實係上咗內地嘅嗰啲封面係，跟住佢就話嗱，港媒都係咁講喺內地嗰啲人，其實內地有班人咧就好信香港嘅，香港嗰啲嘢信息先係真嘅，因為內地嗰啲信息咧就官方控制，嗰啲信息就假嘅，香港啲信息就真，咁咧嗰啲針後人亡嗰啲圖咧係好似長輩圖咁喺內地傳嘅。咁即係我父母嗱，我都要講下我自己嘅情況。我父母咧，佢打咗第三針，但係我叫極佢都打冇去打第四針。其實因為連醫生都冇叫嘅時候咧，就好難叫人去做。咁喺國內亦都有啲情況，我知道咧，就係有啲醫生都係唔建議人哋去打疫苗啊，係有呢個情況喎。即係好似喺香港咁樣，香港又係有啲醫生最初嘅時候咧就。又不肯叫人去打疫苗，即那個現實就是這樣，所以一定是有困難。當然有些人說不是，我有方法叫人打疫苗的，叫人家直入政府部門那些辦公室一定要打針就可以了，那些人一定會打，其實不是的。你想想80歲以上那些老人家，他有幾可會走去即是政府的辦公室，他說不是，他要去銀行打保的嘛，即是要即是拿那些老人的金要去銀行打保，其實不用的。即是我講的話給大家聽，現在很多東西網上搞的，他們有一班老人家覺得沒有影響，對我來說我就不打疫苗咯，其實就是這樣的。咁啊 ，Gang T Mark 就話大陸未開放第四針，呢、這個亦都係我都理解嘅。但係你第三針都好差嘅，嗰個接種比例其實係喺80歲以上嘅人群係，呢、這個係即係我哋知道嗰個情況，所以一直都唔開得。咁你話咁點解唔逼人打針咁樣？逼人打針又會有衍生其他問題嘅，即係又係去翻針後人亡嗰個問題嗰度嚇。咁啊 ，Jenny 就話：我內地有個表親戚唔允許自己小朋友打加強針，自己都唔打，唔信任國家嘅疫苗，咁嘅情況咧，實在無法一下子全面開放啊！大家都要記得，其實即係你逆地而處一下先。內地疫苗啲人冇信心，其實某程度上同之前即係疫苗醜聞係有關係嘅。啊，逆地而處一下，所以內地嗱，即係佢政府點解冇辦法強迫人哋去打疫苗？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因素嚟。其實我哋呢一樣嘢，我哋講咗解釋咗俾大家聽好多次嚇。咁啊，嗱咁 Terry Chan 就話：依家內地每日疫苗接種率非常低。其實之前我哋已經講過噶啦，嗰個數字係好惡劣嘅，嗰個接種數字係啊，即係佢根本上咧要好多日咧先打咗10萬針嘅，
好好犀利嘅，好耐嘅，要啲时间提升系好耐嘅时间嘅，根本上系之前我哋有节目都讲过俾大家听。其实有啲人而家即系出嚟反政府，或者出嚟即系攞啲嘢去搞啦。我觉得即系佢哋出嚟嗰班人咧，有一部分咧就真系有可能有理想嘅，吓即系想个社会好啲嘅，但系。我覺得他們用錯辦法啦，但是他們現在不是的，我告訴大家，即是他們現在有一部分人就覺得，嗱，衛健委啊，都出聲啦，即是我們這樣，即是搞示威有用，其實衛健委出了聲很多次的，地方那些加碼，其實有時也是沒有辦法的，嗱，譬如你有些重點企業這樣，重點企業他一定是叫你即係嗰個防疫一定要做緊啲嘅，就唔係放鬆嘅，因為咧佢要確保你嗰個重點企業咧係可以生產嘅，咁佢咪逼住你一定要即係嚴格防控咯，係嘛？咁你其實喺邊度都係嘅，其實都係要配合政府去做嘅。你喺度鬧係冇意思嘅，即係我成日都係咁講，尤其是喺疫情呢個環境之下，其實全世界都唔好嘅。啊，即係我哋封面應該會有講嗰、那個，會講下嗰個旅遊業嗰個情況，即係有好多人覺得。开翻晒就复上啦，其实唔系咁样嘅，我哋都即系讲过好多次嘅，即系当然每一次我讲呢啲嘢冇人听嘅，吓、即系佢觉得喂、都唔关我事，或者你讲得唔啱，大妓院嗰啲先讲得啱，其实有啲人系讲，即系大妓院，即系如果你认为佢系讲得啱嘅，咁我真系冇办法，咁啊拖得车就话全世界第四针比率都好低，呢样嘢唔止地下司令问题。嗱咁嘅，其實醫生就好多都冇話真係出力去叫人接種第四針嘅，即係呢個我都講翻個實話俾大家聽。啊，即係佢會叫你去打流感針同埋第三針，呢、這個醫生係會叫嘅。但係新冠佢有冇叫人去打第四針咧？而家好多醫生都冇嘅，我發現咗係嚇。咁啊，嗱、當然亦都要講翻一樣嘢咧，就係、是、即系而家系好多嘢叠加埋，好多效应啊！我都讲俾大家听。嗱，而家29号嘅时候咧，即系寻日咧，美国嘅舰只咧就去咗中国南沙岛礁邻近海域。咁咧，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进行跟踪监视，并且予以警告驱离。其实你就知道而家好多嘢系叠加效应去搞嘅吓。好啦，咁啊拖得车就话啦，即系卫健委一向都系动态，车停不动摇。其实有好多人好失望啊，寻日卫健委攞出嚟讲啊，喂，冇新嘢嘅咁样。喂，但系点样有新嘢？有新嘢咪成日有新嘢咪朝令夕改咯。其实一直讲嗰啲嘢都系一致嘅，有佢嗰个逻辑性喺度。即系有好多人就觉得冇逻辑，要开晒好似外国咁先有逻辑。咁我真系冇办法。如果你觉得即系我喺度讲话，你话你自己喺一个开晒嘅地方。喺冇錯啊！我喺一個差唔多係開曬嘅地方，但係呢度嘅經濟都係唔好嘅。啊，同埋開曬嘅地方，仲有一個難題嘅就係而家我哋呢度嗰個急症室嗰個問題啊，即係而家等候問題係嚴重咗好多。即係你係有代價，我都講過好多次啊，唔係唔開得啊，係開係一定有代價，同埋你唔能夠俾佢嗰個即係。疫情大規模爆發嘅，一大規模爆發係死好多人嘅。即係香港第五波嘅數字，有人話：，誒、嗰個數字唔啱噶啦咁樣。但係一個地方長期清零咧，佢一有大規模感染咧，嗰、那個情況咧就係好似香港第五波咁樣，即係 Omicron 啊，最初喺香港咁。有人就話：，而家嗰個病毒係變弱咗，其實冇喎。而家嗰啲變異株同初版嘅 Omicron 其實。嗰、那個致病致死率都係一差唔多喎。咁喺內地點解好似個疫情嚴重好多？咁有人就針對嗰啲核酸啦，即係核酸嗰個問題，我哋應間都會講，即係應間講啦，唔好而家講，因為有好多人對嗰啲核酸企業好不滿啊，就係、是、覺得佢哋啲生意好容易賺錢，咁搞到咧我哋一般做生意嘅人咧就好 Q 慘。嗱，有啲嘢我哋點解會詳細講？其實根本咧。即係呢啲議題咧，係有人煲嘅，係有鋪排嘅。我哋提醒咗大家噶啦，其實喺今年較早之前，有啲嘢我哋見得到已經講咗。咁如果你冇聽節目，或者你覺得我講得唔啱，就冇聽入耳，咁冇辦法噶，係咪先？即係
有啲嘢咧，我哋尽量见得到咧，都讲咗俾大家听噶啦，啊。咁啊，收圈咧就话香港已经死咗10,500，咁个个问题咧就系、是、你而家咁样开咧，佢系一定会死人嘅。其实之前我哋都讲过，而家都其实我哋讲嘅都好准嘅，啊，即系香港咪死20+人咯，一日啊，持续翻一段时间咯，啊，系咁噶啦，冇办法嘅，啊，即系佢一开嘅话就系、是。每日死20+人咯，啊，你唔系你嘅，梗系觉得冇事啦，啊，即系就算系你都唔会觉得有事嘅，因为冇感觉啦，死咗，系咪先？靓宝王就话医疗崩溃会影响正常手术，好多病人受害，呢个系最大嘅问题，因为有啲人嗰个病情就系因为做唔到手术系恶化，譬如嗰啲通波仔嗰啲，佢结果就排长咗好多龙，即系有好多地方系咁样嘅，啊，即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啊！啲人感染，亦都系令到嗰个心血管病系多咗，系好多叠加效应啊！即系嗱，喺中国个问题咧就系、是、嗱，其实你可觉得好多时咧就系好小问题嘅啫，但系你将嗰个问题咧摆翻落去14亿人嗰度咧，嗰个问题就好严重啊！其实就系、是、有好多人系唔愿意即系面对呢个现实嘅，你唔面对现实系冇办法，我讲亲都系叫大家去面对而家嗰个现实问题。而家系咪真系內地可以嘭一聲咁開曬？即係有啲人而家呼籲，其實冇辦法做得到嘅呢一樣嘢係嚇，即係一開曬嘅話，其實死人又會好多。咁有啲人又話我危言聳聽，但係呢啲全部都係可以用翻其他地方嘅數據分析。有啲人話哦，咁死好多人係 Delta 啫，唔係 Omicron 都死好多人嘅。香港嘅第五波疫情就係 Omicron 死好多人。當然香港嗰個最大問題就係嗰個疫苗接種係比內地係仲要差嘅，嚇，仲有就係香港嘅居住環境係比內地仲要差，嚇，咁但係內地有啲嘢咧係先天不足嘅，內地嗱即係講真，即係老一輩嘅人咧，佢哋嗰個基礎疾病係比較多一啲嘅，即係尤其是係而家60几岁嗰啲人。他们很多都有基础疾病，是亚健康状态。有些人觉得没所谓，即是现在死一班最好，死一班他们有机会上位，或者死一班我发死人财那些。其实有些人是黑心的，我只能够说。那么讲下其他新闻消息，在内地呢，现在有什么衰事都是赖落抗疫那里。在香港呢，其实即有很多類似的即事都會發生，譬如有人跳樓，你內地有人跳樓，就現在跳親樓都說他是因為防疫搞到跳樓，香港每天都有人跳樓的，其實、啊、即我不想即這樣說，但是香港現在防疫是放寬了，即有很多社會問題，其實你見到不代表它跟防疫政策有關的，現在有些人硬是亂地屈下去，即有時我見到就覺得你有沒有搞錯，即這些東西你都可以屈下去，即譬如舉個例子，即是火災那個問題，喂，很多地方都會火災的啦、啊、即你怎樣可以將、火災救不到，或者火災那個濃煙蔓延就屈下去，呵呵，即這個、疫情防控那裡。還有一件事，就是如果、啊、即其實很多事情我真的不想再糾纏，但沒辦法，看到現在在亂飄地說烏魯木齊那件事，啊、即如果啊，啲人真系封 Q 曬佢哋個單位嗰度啊，就唔係死十有噶啦，就唔係死十有傷20几有，唔係咁樣噶啦，係成樓啲人燒 Q 死曬噶。如果真係鎖曬嘅話，個現實就係咁樣。即你一定會有人話我，喂，你好涼薄啫咁樣講。唔係，我要講翻嗰個數字啊嘛。即你而家誇張到將所有嘢都係屈落疫情防控嗰度啊嘛，係咪先？咁我就話俾你聽，你咁樣講係唔啱數咯，係咪先？咁啊 ，Happy One。就话即系呢个带唔出边又赖地，咁当然系啦，即系有一部分嘅人当然系咁样咯，即系所有唔好嘅嘢都系疫情防控嘅问题，但系唔系咁样啊，个现实就系、是、嗱，即系咁讲，喺外国嘅地方最初就澳楼本身都系搞清零嘅，佢搞清零搞去 Delta， 其实差唔多已经系清唔到啦 ，Delta 佢都要封城，夹硬都要封住，因为如果唔封嘅话咧，个医疗体系会崩溃，夹硬封住佢咯，所以墨尔本咪有即系呢个全世界封城最长时间嘅美誉咯。其实
现在我都要讲回墨尔本，不是全世界封得最长，但是大城市来讲墨尔本就真的封得最长了。讲到这里，即你去到即Omicron 的时候，很多地方都知道封城是搞不到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做大规模的核酸，内地就还做到。现在呢，所以之前我就要讲回，现在又会讲回历史，之前我就会提醒回大家了，司马南那些咁嘅 seven 头啊，佢咧就喺度扮晒为民请命咧，就吓话嗰啲核酸企业好多问题。其实而家有好多人信咗司马南讲嘅嘢，我睇内地嘅群组都系，有啲网友，有啲网友都系信咗。但系你谂真一样嘢咧，如果嗰啲核酸企业真系大规模造假，如果佢真系大规模造假嘅话咧，其实系一定可以即系喺数据上面系睇到有问题嘅，即系。话就系话有人系造假，呢个系肯定有，有人乱嚟肯定有嘅。喂，个国家咁大，问题系唔会话完全冇嘅。你而家有班人咧，就系将嗰个问题咧就无限放大，其实就系、是、你话哦唔系，有乱象都系，系有乱象，有乱象系真嘅，系要治理嗰啲乱象，就唔系话成套嘢唔得。呢样嘢其实我哋讲过好多好多次啊。即是有些人是亂來，現在你就處理亂來的問題，是不是？不是，不行的，那個制度有問題了，現在有些人已經是引申到。那即是很坦白說，他們的理據就是這樣的，現在外地都放開了，為什麼中國還要做這個動態清零？外地都不用動態清零了。其實如果有辦法是低成本做到動態清零，外邊都會做的，但是冇办法低成本做，去到 Omicron 其实已经系冇办法做得到。结果喺外国嘅情况就系、是、用一啲社交距离啊、戴口罩嗰啲措施，令到嗰个感染咧系一步一步嚟嘅。其实系最后咧就系要全染疫，其实就系咁。但系咧全民染疫嘅过程咧就唔可以怼爆嗰个医疗系统，嗰、那个。西方的政策邏輯就是這樣，這些我講過很多次了。你在內地現在的情況就是很難的，它一開肯定爆到七彩的，其實肯定的，這個是，其實你看看廣州的情況你都會知道，它跟著二十條來做，即其實很多地方都是跟二十條來做，那它就爆了，有些人就出來說，哇你跟二十條來做都爆到七彩，咁事實上係會，即係因為而家嗰個情況係好困難啊嘛。啊，仲有就係你諗下都知啦，嗰個病毒佢睇唔到噶嘛，同埋嗰啲核酸機構嚇，即係你話佢哋大規模造假，搞到不斷做核酸賺好多錢咁樣。嗱，即係認真咁講啊，如果佢哋係大規模造假嘅話咧，喺北京其實有例子啊，成間公司嗰啲人嗰啲負責人俾人拉 Q 曬嘅。咁你话喂，而家系啲有后台嗰啲人搞到冇事，即系搞到啊有即系有后台嗰啲人，佢搞到自己冇事嘅。咁嗱，那个情况就系内地不嬲都系有啲地方黑恶势力噶啦，唔系点使搞数黑恶啊？我哋解释过好多内地嗰个情况啊，你啲又唔信啊？冇啊，内地边有黑恶势力啊？有啲人讲，有啲人又话，诶、呢、這个习生去打击异己先去搞数黑除恶啫。其实内地不嬲都有黑恶势力噶啦，即系即系点解嗱，我都要讲翻转头，一九年点解啲人系咁对嗰个猪佬啊，喺街市猪肉佬得罪咗啊，即系佢哋拍嗰条文宣啊，即系佢哋嗰班反送中嗰班人啊，引号啦加翻个，即系佢班人拍嗰啲文宣，点解有咁多人共鸣啊？仲要系有啲喺大陆系长住嘅人都有共鸣啊，就系、是、因为佢喺大陆都见过啲唔公道嘅嘢，就系、是、咁样。但系有啲嘢系要喂讲真啊，即系你系要我认为是要处理的、啊、你看到那些不公道的事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在一般人身上，是不是真的会好像在香港得罪了一个猪肉佬，跟着他可以送你回内地呢？其实那条法例就不是这样讲的、啊、好了，咁啊，Wing Hong Lee就话乌鲁木齐政府向低收入人士派300元免个月租金，提供公益性岗位。其实他们不嬲都有做这些的，即是这些政策其实之前是不嬲都有的，是现在是再攞翻出嚟讲嘅，即系所以我见到嗰个情况，即系而家有啲人喺度乱参搞咧，我系好 Q 嬲，因为
有啲嘢咧，即系你讲真话咧，反而冇人信嘅。而家又系吓，咁啊嗱，即系都系要讲翻香港啦。先本来话讲香港，就喺香港咧，就系寻日吓就有一单自杀谋杀案啊，寻日嘅咁咧就喺单位外咧就见到有人求救。咁咧就見到一個男子咧就即係昏迷倒卧喺一個走廊位置，咁咧就喺角咀海富苑嚇。咁身上咧就有刀傷同埋有即係嗰啲強水，懷疑係強水咧造成嘅燒傷。咁個傷者送到醫院咧就證實死咗啊。咁呢個係謀殺同企圖自殺案啊。咁啊，嗱，嗰個身體上邊咧，嗰個死者有十幾處刀傷，唔通呢啲又賴埋落去防疫嗰度？即係其實有時咧，個社會係長期都係有嘢發生噶啦。就算冇疫情嘅時候，都係有唔好嘅嘢發生噶啦，係咪先？你有乜可能將所有嘢懟 Q 曬落去？即係疫情防控嗰度，梗係冇可能啦。唉，香港藝文就話咩同先係同世界接軌咧？西方世界要中國分裂，要中國人做底下階層工作，要中國人唔團結，咁係咪要接軌？嗱，咁你嘅睇法啦，呢個嚇。咁啊 ，Lambo Wong 就話新疆西藏政府派家電亦都係經常有，其實嗰啲地方嗰啲人其實活得好滋潤嘅。咁你話點解會火燭？其實而家係話漏電啦。咁但系点解有啲人会死？有啲人就系觉得咧，佢唔使走火嘅，其实就系、是、即系而家都爆翻出嚟嗰单嘢就系、是，有啲人就觉得咧，佢喺周围嘅单位佢系唔使走火，结果有啲喺周围单位嗰啲系俾烟焗死嘅，咁咪咁，咪咁咯。即系其实有啲系因为冇常识造成嘅，系、那、系、個、啊。嗱咁啊，当然唔好识，梗系日日都有啦呢个世界。系日日都有嘅，呢、這个世界日日都有唔好消息嘅。你可唔可以话晒系同疫情有关？全部都而家内地就系咁样，有班人就系不断传啊，内地呢样唔得，嗰样唔好，经济数据好差，全部都同抗疫有关。大环境啊，大环境大趋势唔使讲嘅啊，即系喺韩国首尔啊，即系我哋有网友都喺韩国啦。咁佢哋地铁嗰个劳资双方咧就谈判破裂，咁佢会咧就话我哋要罢工啦咁样。咁啊，首尔地铁一至八号线咧就要罢工，咁结果当然系一定会好大镬啦，啊咁啊，嗱咁咁大镬嘅时候会唔会人哋会唔会话又系疫情啊咁样？梗唔系啦，因为有其他原因噶嘛，啊个问题咧即系喺韩国嘅传媒报道咧就系工会咧就系嗰个人力结构调整同埋薪酬协商嗰度咧。資方咧就係好 Q 唔合理嚇，資方咧就係用財務危機為理由咧，就未經協商咧，就係決定去到2026年減縮一成人手，咁預計咧就裁1539人。咁其實工會咧一直係要求增加人手嘅，啊就向呢個首爾市政府，但係即係結果呢個變咗係 cut 人。咁咪搞到一鍋熟咯，其實就係、是、即係你有啲嘢講真，啊好坦白講，你唔能夠將啲衰嘢係擺曬落去疫情防控嗰度，係唔啱嘅嚇。嗱 ，Cheap Now 就話，只係所謂咧激南愛國 KOL， 完全話內地示威係境外勢力搞事嚇，唔否認係，但係叫佢哋攞出證據，唔好吹水。嗱，其實境外勢力係有搞嘅，但係主要唔係境外勢力，即係我都同大家講。今次在內地搞呢啲嘢，唔係境外勢力嘅，即係我嘅睇法就係、是、你境外勢力係有推動作用，但係其實係仲有其他嘅人嘅。今次喺即係內地發生嘅嘢，同埋喺海外聲援，應該我哋都會講，其實係有一班人去搞，應該我哋會講翻係咩人，我哋之後就會解釋翻俾大家睇咩事嚇。咁啊 ，Lambo Wong 就話日日有意外死亡去悼念，真係唔使做事。其實根本一個國家咁大，係成日都會有意外嘅。你唔係突然之間去悼念一件事啊嘛，係成 Q 日都有噶嘛。其實就係、是、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
那些消息你根本都不会留意的，其实很多时候一般人，即好像之前我们讲有间厂大火烧死了三十几油，他们鬼知咩？是不是？他根本就不会知道。咁仲有就係喺內地，喂，成日都有意外啊！啊，你要悼念嘅話，大把嘢可以悼念。不過，即係而家有啲人係要即係借啲椅去搞事，咁佢一定係做翻一啲我認為咧，即係古仔出嚟嘅，佢就揾啲嘢去針對咯。啊，揾啲嘢去針對，其實又係我認為咧，做嗰啲嘢都係唔啱數嘅，不過有啲人就覺得我狗噏啦嚇，冇所謂。嗱，講下即係金價嗰個問題啊。嗱，而家金價咧就升咗少少嚇，即係因為美元咧就回落。咁而家市場咧，嗱早幾日咧先至講話嗰個即係加息步伐咧會繼續好強好快嘅，啊，因為今日又唔係啦，今日又倒轉啦，所以而家嗰個情況咧就係喺美國咧，就係佢一見到嗰個股價嗰啲嘢咧升得太快咧，佢就整個聯儲局嘅人出嚟講你唔好即係升咁快啊！我哋即係會加息噶。咁跟住之後第二日咧就覺得咦，好似即係顧慮多咗喎，唔應該諗咁多喎。跟住又掉翻個頭啊！其實而家係咁啊，美元對主要貨幣咧，其實當然是而家個別發展啦，嚇咁啊，嗰個 yen 咧就升翻少少，而家咧就係一美元對138.7英，咁1英磅咧就對1.195美元，歐元咧就對美元咧就1.032個嗰個位度。咁而家會睇一睇鮑威爾之後講嗰個經濟前景係點樣，而家未講嘅。咁啊，仲有禮拜五咧就會有就業數據，同埋而家再加多一樣嘢嗱，即係呢個我又要講一講啦，就係點解一開始嗰陣時講咁多同疫情嗰啲示威有關，而家嗰個疫情示威咧又係嗰、那個一個藉口嚟嘅，那個市要炒上或者炒落咧都可以用呢個疫情示威去做一個藉口嘅，就係咁啦。嗱咁啊。Happy Wonder 就話正在同一個喺中國移民咗去澳洲嘅朋友旅遊中，原來好多事情佢哋都唔係好清楚，以為習主席嘅問題浪費好幾個小時解釋俾佢聽。個問題係你解釋都冇用嘅，佢一定係話係習主席衰嘅啦。即係我自己都有啲朋友係咁嘅，我有即係有好多時即係啲人咧，佢係有預設嘅立場嘅。話我哋好彩啦，我哋而家唔喺國內啦，即係我因為點解我會知咧？因為我自己都會同呢度啲內地人接觸嘅。啊，其實講真啦，即係喺內地嘅人有冇試過好似喺澳紐咁樣封咁長時間咧？其實絕大多數嘅人都冇嘅，即係喺Alpha、Beta、Delta 嚇嗰啲時間咧都冇澳洲、新西蘭封得咁長間嘅。同埋，就算喺內地封啊，都可以叫下外賣啊嗰啲咁嘅嘢。喺外國係冇嘅，啲嘢係唔準營運啊。即係喺新西蘭就係啦，即係外賣都冇嘅。啊，啲人咧，即係一段時間冇食麥當勞咧，佢之後咧解封嘅時候要去買麥當勞咧，係買爆咗成間麥當勞嘅。我哋之前有講過呢啲嘢俾大家聽。喂，其實你喺內地有一部分人，佢根本都冇經歷過呢啲嘢嘅。你不知道我哋几辛苦啦，要封城又要做核酸咁样。喂，大佬，即系封城呢一样嘢，可能我封得多过你添，即系讲，即系个时间仲长过你添，系咪先啊？嗱，咁好啦，Federal Wong 就话有钱佬要揾钱，好多藉口啦。咁当然系啦，即系而家个形势就系咁啦。嗱，讲多一样国际消息就算啦，就系呢个伊朗同土耳其。他们的外长就通电话，就讨论了土耳叙利亚两国边境的事态发展和交换意见。阿卜杜拉希扬就说了，伊朗对土耳其的安全关切表示理解，这个就是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但他同时强调维护安全需要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就继续对话。阿卜杜拉希扬就说，
進行地面次行動咧，唔單止無助於解決問題，反而咧會令到形勢咧就更加複雜。咁阿卜杜拉希揚佢就講，伊朗願意提供任何幫助去解決土耳其同埋敍利亞之間嘅政治問題。咁呢、這個恰姆扎奧盧咧就讚賞伊朗喺有關議題上面發揮建設性嘅作用咧，咁就並且決定咧同伊朗咧就保持通話嘅。嗱咁啊，而家世界盃嗰度咧，再講多少少啦，都係唔好意思啊，真係有啲嘢漏咗，即係竟然咧美國隊係打 Q 贏伊朗隊喎，嚇1-0，呢個我係覺得係好似爆冷啦，我覺得啦。嗱咁啊。即係美國佬咁，佢當然佢哋而家開心翻啲啦。咁啊，另外就係、是英格蘭咧就打巢咗呢個威爾士，咁呢個預咗噶啦。咁啊，英格蘭咧就小組首咪出線，但係點解對美國嗰場咧會即係軟手軟腳咧？即係英格蘭其實原來睇翻嗰個分組嗰個情況咧，就係咁樣打咧對佢哋有利啲喎。其實係嗱咁啊，即係喺世界盃 A 組嗰度咧，仲有一個消息咧，就係荷蘭同塞內加爾咧就晉級16强啦。啊，算啦，講到呢度啦嚇，即係呢個消息講到呢度算啦。因為其實我講咗好多咧，都係講同防疫有關，因為我見到嗱今朝都會講好多同防疫有關嘅。如果唔中意聽就算啦，即係冇辦法，你聽唔入耳嘅我都冇計。有啲嘢我都係要繼續講，一唔講嘅話咧就即非成事啊，又係。好啦，休息一阵，翻嚟我哋讲其他话题。